乱抛垃圾唔单止有碍使用，更会污染环境，造成安全同埋健康风险，而且亦都令社区显得又脏又乱。如果你发现有人违规乱抛垃圾，可以向市议会举报，线上举报或拨打市议会电话02-8757-9000均可。我哋会积极调查违规乱抛垃圾事件。为避免罚款，请务必预约免费的清洁或者危险废弃物收集服务。如果你住在公寓，请联络大楼经理帮忙预约市议会垃圾清理服务。务必事先将废旧物品堆放在屋外以待回收，只能在预约服务时间之前的24小时内堆放。我们共同努力，就能够保持城市和社区整洁，人人安全。